大家好，我是悠悠。本期视频我们用24段的磨齿来做龙虾，现在我们一起来做一下。第一节折一下，数一二，数两节啊，折一下，数一二三，数三节啊，旋转，再数一二，数两节啊，旋转，接着数一节啊，旋转，数一二，数两节啊，折一下，再数一二，数两节啊，折一下，接着数一节啊，旋转，数一二三，数三节啊，折一下，然后在这里数一节，再折一下，数一二三四，数四节啊，折一下，然后把最后一节再折一下，这样就做好啦。我是悠悠，喜欢记得关注我哦。